才华女艺人朴珍珠，除了戏剧作品外，还以独特幽默风格火药综艺节目中。她杰出的歌喉更是广为人知，在节目上献唱多次都引起观众惊叹。近日她在个人频道上就公开了与音乐剧演员朋友一起去唱 KTV 的影片，几人 live 飙高音全被拍下，再度认证珍珠不输专业歌手的好实力。他们游刃有余，边唱边玩，全场实力派，让粉丝直呼太享受啦。